L 的朋友，大家好！现在很高兴能够进入快问快答的环节，带领大家一起来知道你所不知道的唐凤。平常都几点睡？几点起床？平常都晚上10点睡，大概7点到8点左右起床。头发会天天洗吗？会润发？会天天洗，没有润发的习惯。平常都吃什么早餐？大概都是会喝咖啡或者茶，那是没有吃早餐的习惯。你的手机桌布是什么？我手机桌布就是素色，没有任何图案。最常用的 App 大概就是 Good Notes， 它是一个用来写笔记，然后以及投影的一个 App。最喜欢哪一部电影？为什么？我很喜欢一部电影叫做 Arrival， 就是异星入侵啊，就是有很多外星人运用像是表情符号那样子的语言，那来让地球人了解到说，哎，这个时空啊，都是你越用运用这个语言就可以超越的。那你最喜欢什么？淀粉，然后蛋白质，然后脂质，这三个大概是最喜欢的。那你可以说一个笑话吗？一个笑话。平常会保养吗？没有保养的习惯，大家就是睡够了，也算是一种保养。有想过进入婚姻吗？没有想过，但是当时在处理同婚的时候，有很详细的去看说，所谓结婚不结姻，它在法律上面有牵涉到哪些权利跟义务。最后用三个字形容自己：唐凤，现代智人 ，L 的封面人物。现在我用脑波来控制各位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麻烦按赞、订阅加上分享出去。